查获第一起，中国直接给钱用虚拟货币，折合台币100多万，这是直接老共的钱进到我们的选举，直接钱来影响我们这选举，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先讲，柯文哲你要切割没这么容易啦。第一个，我先讲提名前，我们来看看这画面。提名前，柯文哲你不管是在芦竹还是在民众党的巴德的服务处的揭牌的活动，柯文哲你都跟马志威有互动，所以我就讲这叫柯美兰模式嘛。你是基于种种原因，你没有用民众党提名他，所以他还是民众党籍，你还是陪他车少，你还受赠给他，代表民众党是帮忙这个候选人的。你们这些不要讲网军啊，民众党的好朋友们讲的是对的，就是阿北好棒，民众党都是知道他有问题，我们提早处理。那我问你，为什么你都知道他有问题了？而且你早就知道他有问题了，才没提名他。你还让他当你的干部，你还陪他车扫猫猫头社长哦，这是长期挺柯的。他在他脸书透露什么？他讲说马志威背后可能还有黑金。如果我们的立法院来讲的话，是操控在中共的手上。那未来如果我们的国家预算要通过，比如说军购的预算要通过，那到时候被立法院挡下来怎么办？我们在国家往前进的相关法案如果要被立法院挡下来怎么办？整个国家如果空转了4年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接下来中共他是不是有更有办法来介入台湾的任何一个各个角落？所以你看到中共竞选其实他的手段非常多，那这是只冰山一角。现在最开心的是国民党，你看老共借选不是针对国民党吧，现在民众党有人收了那个老共的钱，哎，这是多严重。前一阵子不是一堆人在被讲，我要补充一下，这是被抓到的。对，前一阵子不是一堆人在讲说里长跑去中国的旅游团，哎，很多人还跳出来讲，侯友宜第一时间不是说讲啊去旅游而已啊，后来才讲说司法勿枉勿纵。现在是民众党的发言人，桃园市党部发言人马志威，而且这次是比照叫做柯美兰模式，就是民众党籍保有，只是用无党籍参选，去桃园参选立委，查获第一起，中国直接给钱用虚拟货币折合台币100多万，这是直接老共的钱进到我们的选举，直接钱来影响我们这选举，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先讲柯文哲你要切割没这么容易啦。第一个，我先讲提名前，我们来看看这画面。提名前，柯文哲你不管是在芦竹还是在民众党的巴德的服务处的揭牌的活动，柯文哲你都跟马志威有互动，而且是直接的互动，包含说去一起去庙里参香，还是说服务处的揭牌典礼都在。好，按你讲说2023年之后7月民众党没有提名他，那没有提名之后你们两个有没有互动？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你们7月没有提名他，哦，说因为种种原因，可是你的干部受证他还是去啊。桃园市台湾选择之友会即桃园市党部干部，你受证啊，这是你民众党的干部，哎，再来2014年今年1月你还陪他一起车扫，哎，车队扫这么小咖，他陪车扫，小咖有柯文哲陪车扫，所以我就讲这叫柯美兰模式嘛。你是基于种种原因，你没有用民众党提名他，所以他还是民众党籍，你还是陪他车扫，你还受证给他，代表民众党是帮忙这个候选人的。那你看到今天民众党的声明就知道，民众党知道事情大条啊嘛，除名开除党籍。所以今天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事情？民众党现在有意识到，今天这一件事情如果他不好好处理，会整个烧起来，台湾人是无法接受境外势力影响我们选举的。不是他上回弄一个徐春英要混进不分区，民众已经忍无可忍了。徐春英如果没有我们大家的起底，没有我们大家把他过去那些跟中共的关系揭露，柯文哲一开始的态度是要铁了心提名他的，后来是因为社会排山而来的压力，最后民众党没办法，只能跟他做某种程度的切割嘛。可是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一堆人在网络上今天在带风向，说阿北好棒棒，民众党好棒棒，哇，柯文哲证明民众党马上挥刀切割，而且证明民众党并不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哦，还开始解释哦，去年啊我们没有提名他啊，是因为种种原因啊等等，不是吗？那你先回答嘛。如果你早就知道，我假设你们这些不要讲网军啊，民众党的好朋友们讲的是对的，就是阿北好棒，民众党都是知道他有问题，我们提早处理。那我问你，为什么你都知道他有问题了？而且你早就知道他有问题了，才没提名他。你还让他当你的干部，你还陪他车扫
讲不通嘛。所以现在我觉得更严重的事情来了，就是说今天有相关的爆料出现，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讯息哦。柯文哲是不是只有他，还是说背后还有其他人？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板子，长期挺柯的年轻柯粉猫猫头社长哦，这是长期挺柯的，他在他脸书透露什么？他讲说马志威背后可能还有黑金，是不是民众党背后还有黑金的实力掌控？我觉得接下来都可以关注，这个无法求证，可是我们就如实呈现出来。猫猫头社长长期以来其实是支持柯文哲的，然后他讲说七月就在预警的人，好不容易中央委员会把他挡下来，结果柯自己还跑去找他。我跟你讲，后续只会更精彩。马志伟老板是叉叉帮，竹联帮啊，地堂赤龙会会长的一位武姓的男生，所以这是他写的，不是我们任何人栽赃的，如果没有柯文哲，民众党也要出来说明。好，但我就问啊，他是谁？马志威，我相信全台观众朋友大概没几个人认识他。好，所以柯文哲就可以轻轻撇掉说他小咖，这么小的一咖，收了中国100万，涉嫌收这100万来选立委，这是被抓到了。我就问，没抓到的呢？我再问，有名的立委要选连任的，或者是有知名度的要选立委的，中国会没有帮忙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中国借选哈，大家可能想象说，是不是操弄所谓的总统选举或是副总统选举？事实上不是哦，这一次其实他们对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的这个概念，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但他们最重要的把目标整个转移到国会，为什么在转移到国会？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哦，如果我们的立法院来讲的话，是操控在中共的手上，那未来如果我们的国家预算要通过，比如说军购的预算要通过，那到时候被立法院挡下来怎么办？我们在国家往前进的相关法案如果又被立法院挡下来怎么办？整个国家如果空转了4年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接下来中共他是不是有更有办法来介入台湾的任何一个各个角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这个马志威的事情可能是冰山一角而已，可能在台湾的从北到南来讲的话，事实上有卧藏在底端的很多地方，他可能都透过这种方式。你看，这一次是首次用虚拟货币，就是这个所谓的泰达币这种东西哦，甚至我们当然常听到比特币也好或怎么样，这是泰达币，它有很多种的虚拟货币，它是进到台湾来，因为它不是用所谓的金融系统或者银行系统，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的检调单位都有在关注的，这所有的金流的体系哦。但是透过这种虚拟货币来讲，或是用区块链的方式进入到所有他想要这个协助的这个目标来讲，你想想看，马志威他本身在桃园那个选区当中，他的民调其实是最低的哦，目前为止是最低的。那如果说他今天拿了那么多钱，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人说是走路工啊，媒体报道是走路工，但是为什么要走路工呢？他明明就选不上，他为什么要走路工呢？那是不是代表说他是在替什么某个特定的政党在拉所谓的选这个所谓的不分区的这个票，这个政党票？那如果这样的话，让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拉高的情况之下，整个立法院有少数在操控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所有的台湾的立法院的法案跟预算都挡下来。不要忘了，这个收押是5号的收押。4号的时候，白宫的发言人 Kirby 已经讲了，说警告中国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那为什么白宫会今天在这个时间点讲这个话？的确，白宫 CIA 他们一定有收集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资，来发现到说整个中国大陆是排山倒海的在进入到台湾的界选。我们也不要忘了，宋涛去年在云台会其实有讲了非常多的东西，他。然后再看到这个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夏立言不是也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关注到，你每天每次没平常没有看到的邱毅，你在这个选举的时间，你跑到赖清德的这个古厨那边，然后你今天那时候蓝白合之前，然后又要初选之前，你看到他都跟着在谁旁边？跟在柯文哲旁边呢、啊？然后蔡正元，你各位要晓得哦，邱毅也好，蔡正元也好，或者是说常常在中国央视出现的这些。不要小看哦，能够在中国央视出现的是中共中央拍板定案说那几个人就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可以去讲话的那些人，那些人为什么在选举的时候跑到台湾来？他自己也没有选举，然后去站在特定的一些候选人旁边，然后去支持他，或者是故意要去咬某些比如说民进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东西，甚至还什么
制造出一些假讯息，或是假影片，或是假什么东西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外遇生子，但大家问说你邱毅是不是自己的外遇生子，私生子到底有多少人，对不对？所以像这个诸如此类，好多好多的东西在竞选，还有这几天还有很多中国气球飞到台湾上空，对，从上空飞过去，只是国防国防部目前还不要把整个东西全部摊在哎。美国抓到一颗中国的气球飞到他们上空，他们整个都爆炸了。我们台湾真的是忍气吞声、欸。他把它打下来，我们现在是忍气吞声。还在说民进党挑衅，忍气吞声都要吞到哪里去了？这个战争是谁引起的，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中共的竞选了。他竞选其实在这一次来讲，他是有针对性的，针对什么？针对立法委员这一块，针对国会这一块，他是希望说能够在间接的操控，他不是操控。这个借选这个掌握绝大多数的多数，他是只要去做关键少数的掌控的情况之下、嗯，就可以把台湾搞得翻天覆地啊！所以我觉得选民的眼睛一定要雪亮。哎、欸，可是你分析到这边有一个地方，我是不太了解。我觉得我观察蔡正元跟邱毅最近的言论，都偏向支持柯文哲、欸。哎、欸，是啊，所以就是说，是你想想看哦，柯文哲常常讲一句话，上次抓到的，上次抓到中共找人做假民调的是做侯友比较高、欸，哎，所以中国到底？他总不能是压双边吧？他总要有一个重点支持对象吧？我刚刚提到了，他目前来讲，想要掌控的是关键少数。那为什么说柯文哲常在讲说他有能力可以去处理对中国的关系？嗯，那如果对处理中国关系他有能力的话，如果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有能力啊。你只要接受他讲的东西来讲的话，大家都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啊。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中共最讨厌的是什么东西？就不听他的话。你今天开始听他的话来讲的话，那这时候呢，他用各种资源来协助你，即便像马志威这一种可能也选不太上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现在已经被收押了，他也没办法去选举了，那整个也会影响到桃园第一选区的一些选情。但是问题是说，像这一种少数的，这北调都涉嫌拿百万了。哎，对，如果北调嘞，对啊，北调嘞。所以你看到中共竞选其实他的手段非常多，那这是只是冰山一角。